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蚊子。今天要做的是一个可以活血去淤青的一个膏哦。像蚊子本身自己不喜欢买市面上的那种药膏，然后还要用手指去弄出来，然后涂在皮肤上，那手指就会脏脏有味道，而且还会留很久那个味道。那现在就自己做了一个药膏，这要涂的时候就打开来涂在需要的部位上，手指也不会弄脏，也不会有味道。这个配方是我自己算出来的，希望也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。因为有看我 Facebook 的人，我都知道我大概6个星期前有做手术，那时候住院了5天，这边有打点滴要埋针也埋了5天，所以这6个星期前的，你看到现在还看得到淤血在这边，所以就想要自己做个药膏，可以帮自己去掉这些淤血，也希望帮助到有需要用的人喽。那配方方面呢？这是自己浸泡的 chamomile 的油，然后 comfrey oil，还有维他命 E。那因为这都是油是液体的啊，当然我们就需要用个固体的东西喽，就是蜜蜡啦，beeswax。精油方面呢，选择了2种，一个就是 lavender，这也是可以帮忙去淤血啊、镇静的作用，还有就是 helichrysum。其实你可以看 Helichrysum 这个精油，它非常的小罐，因为它非常的贵，所以应该也会非常的有效吧，试试看喽。